今年在家也屋里家。古龙贝多了。哎。古龙贝安古啊。古龙贝安了吗？哎，古黄了。那红姐。红姐。哎，该你阿姐。你是你总说哈，要好看哈，姑娘。屋里啦。嗯。该爹，你快做把大贝那块晒大了嘞，做一个多一撮好些了。多一点。哎，你爷母做家大喊呐。嗯，贝爷母做大喊呐。等那个姐妹妹进棺材是吧？哎，你狗老乡。哎，该多一个人当堂大贝出去了。到九百几路，九百几路，那都沿顺通龙盘路。哦，北都沿盘路。什么的兄弟啊？当地下脚啊？下脚啊呀？嗯。哎，同那边要发财是？同那古多个人红啊，北要到东手过的嘛？哪里啦？嗯。哦，古个是两公都下去了，那到人家。北东盘路来。东盘路是呀。嗯，下下门就北多少人呐？下门北多少人呐？就。这只多肉么的，它做那那大的鸡，叫母的嘛，论冬豆的那母。前母呢，猫是吧？在冬天嘛。猫是是。猫是是。这只不好了，阴天。只不好了，阴天。哎，本来那猫娘不压多少到了的。哦。也什么塔里喽？什么塔里？什么塔里？但是嘛，都好个地，它还要连那只多么那只母哩，这只母哩。你多一百八里了。我一百八里。奥特山喊的，蛮多的那嘞，不用多说，晒到天。哦，我睇喽，一忙了嘛，一下头下点，叫忙了都一路了一下，老母身上没一路了呢。你晓得估计找几多啊？做年的娘红贴吧？估计没了家。但是那个娘还得。但是那了，但是那估计娘不到山那他喊的。人家喊的很呐。娘贴到他喊的呢。在农村的。我找呢。那侬要撸红毛，要胡绕弄黑，你们二度贪毛，我们家南毛和南毛去找另帮二度贪毛，二度叫做什么？要胡